世纪的前半段，其实有段时间蛮低落的，所以我在我的战术板上面，我贴一个我女儿在美劳课她画的画，然后上面用注音写的字，她写说爸爸妈妈，我喜欢你，我就把它贴在我的战术板上。是是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大部分你看到所有的讯息跟私讯给你的人都是在攻击你了，就不管今天你是赢球或输球，赢球他们也是因为是别人的功劳。就是因为别人怎么样，谁救了你，谁救了你，因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有一点就觉得说，已经没有人在喜欢你了，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小小的那个纸贴在那边，然后警惕我自己说，不管今天怎么样，有外面有什么声音，我都是为了我的女儿跟我的老婆在这一个领域去工作。这个压力真的很大，因为冠伦教练应该是一个心脏本来就很强的人，很坚强的教练选手嘛。那就连你这样都会觉得说你需要一些能量，或是你的女儿的照片来支持你哈。对啊，就是需要一些正能量，然后去内化那些不好的情绪。人家说心脏再大，或是你再正面，我已经算很跟自己讲说要正面的人。那我其实在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但是毕竟还是需要去一些东西去支持自己。你算是。